天有一个比较震惊世界的消息啊，就是这个北朝鲜的领导人啊，这个金正恩可能是做了心脏手术，做了手术之后呢，生死未卜啊。这个外界传呢，就是说可能这个做完手术病情严重了啊，可能甚至脑死亡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另一方面消息，这个南朝鲜他，包括这个中国方面呢，都说没事儿哈。这个说外边这个报道啊，不真实啊。我倒是觉得呢，我个人观点认为呢，可能是这个金正恩做手术了啊。咱们看到，实际上这个金将军啊，他这个体型啊，其实真的是肥胖了啊，真的是肥胖了很多。这个因为肥胖，我们知道这个搞医学的很多都知道，这个带来非常多的并发症啊，影响心脏啊，影响血压，影响血脂啊，影响血糖，对吧？我记得大概2013年的时候还爆出他这个比如说走路啊一瘸一拐的嘛啊，当时怀疑他是痛风啊。甭管是这个肥胖还是痛风啊，这都是我们叫生活方式病啊，都是吃出来的，都是不正确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今天讲讲这个心脏病啊，心脏病啊。我希望呢，如果这个金将军能看到我这个视频呢，也要开始学习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啊，至少不要让自己那么胖，对吧？胖了没什么好处啊。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心脏病的故事啊。我记得在大概这个十几年前了啊，当时在这个广州啊三甲医院工作的时候，当时我们这个急诊科啊有一个副主任医师啊，就副教授吧啊，他值班啊。有一天呢，就是这个有一个老人家来了之后呢，说这个什么病呢啊，家属陪着来的啊，家属陪着来的。什么病呢？说是这个腹痛啊，呕吐啊。当时呢，可能这个急诊病人也比较多啊，这个副教授呢也没有多想啊，反正就是腹痛呕吐，肯定是胃的问题啊。那么就给打二针啊，打一针胃复安啊，止呕止痛啊，就给老人家撂一边了。撂一边之后呢，这个可是啊，这个第二天呢，其实就后半夜了，不是第二天了，到凌晨了吧。啊，凌晨了就出大事了，这个老人家就死掉了，啊，死亡了。后来呢，实际上这个在这个会诊，追查这个死因啊，因为这是算，因为家属认为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啊。结果追查这个病因呢，什么问题呢？心肌梗死，啊，这不是这个简单的胃病啊，胃病不会死人的，一般的啊，一般的普通胃病不会死人的。什么问题？就是心肌梗塞。这就是说心脏病呢，特别是这个心绞痛啊，它有很多不典型的表现啊。一般的心脏病主要是这个胸骨这痛啊，痛压迫啊，喘不上气来，觉得气短。但是很多不典型心绞痛呢，它根本没有这种这个胸痛啊，它表现什么呢？比如说牙痛啊，说这个老人家牙痛啊，结果去牙科啊，去找牙医看，检查半天没事儿啊，你牙没事儿。后来呢，左查右查，最后说是心脏问题啊，心脏问题。因为注意啊，这种牙痛它的特点是和饮食没有太多关系，相反和你的运动，比如说你爬爬楼梯啊，比如说你今天干点这个力气活，结果牙痛就发作，哎。实际上这就是影响了心脏啊，是心绞痛在牙齿上的一种牵涉痛啊，真正的病源是在心脏，这个牙齿呢只是一个表象啊，这是一点一定要注意。还有一些这个心绞痛表现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那个副教授的例子，就是胃痛啊，上腹痛啊，甚至还有呕吐。如果上腹痛伴有呕吐，一定要注意，它不是简单的心绞痛了，它已经达到什么呢？心肌梗死啊，一定要注意，这可能是大面积心肌梗死啊，这个会出人命的啊，会出人命的。那么这是一点，除了这个我们讲的牙痛啊、腹痛啊，还有什么问题呢？有的人是下巴颏痛啊、下颌痛，这个也要注意
啊，你要检查一下，因为要评估它的风险因素，像年纪比较大了，又有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这种情况，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啊！不要以为是这个下巴怎么样肌肉痛啊什么的，一定要查心脏问题。再一类呢，就是哎，老人家出现这个肚脐痛啊，肚脐痛，莫名其妙的肚脐痛，你查 B 超啊、查 CT 啊、腹部啊都没什么问题啊，阴性的，一定要注意心脏问题啊。咱们讲这个心脏问题，讲到这个金正恩金将军这个心脏的手术可能性啊，所以呢，咱们作为普通人如何预防心脏病，这就非常重要了。因为心脏呢，这个甭管是中医西医都认为它是非常重要一个器官啊。如果你心脏的功能不好，你的生活质量肯定下降；如果心脏功能不好，那你的寿命相反就会影响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到底如何保护这颗心脏啊？有一颗好心啊，其实这个好心脏呢是可以养出来的啊，一定要养心。如何养心呢？养心呢，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啊，有几个方面。实际上呢，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，我们就是说，很多病是吃出来的啊。一定这个心脏也好，血压也好啊，包括我们讲将来可以谈谈中风那个话题，一定要健康饮食啊，健康饮食啊，健康饮食呢，我觉得可以这个参考啊，洪兆光教授，洪兆光呢，因为他是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了，大概在这个2000年前后呢，洪兆光是火遍全中国啊，特别火啊，当时这个洪教授是给这个中央领导干部啊。这个讲课的啊，讲课，当时我就很早，当时我就得到他那个讲课的内部小册子啊，当时还没有那个公开书籍出版了啊，内部小册子。洪教授因为他是搞心脏病的、心血管的，他就特别强调怎么吃啊。实际上呢，他就是把这个怎么健康的吃呢，变成这个口诀了啊，我觉得非常实用。他讲怎么讲呢？他讲是要一荤一素一菇。啊，实际上就是荤素搭配，有这个肉类的啊，动物蛋白质啊，还有蔬菜类的啊，各种绿色蔬菜啊，豆制品，还有菇呢，就是各种，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蘑菇这一类的啊，蘑菇确实发现都很多，这个还有很多成分呢，可以增强免疫力，可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啊。对，也帮助这个人体呢消化吸收啊，这个蘑菇非常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要管住嘴啊，管住嘴的意思不要暴饮暴食啊，不要见到好吃的东西吃起没够，对吧？暴饮暴食的话，你吃的不是十分这个超过十分饱了，11分饱、12分饱那不行，吃什么呢？要8分饱。啊，你的饭不要这个摄入太多，8分饱啊，因为中医讲什么呢？饮食自备，肠胃乃上，啊，实际上呢，这是第一步。如果饮食太多，不光是肠胃伤了，你的心脏也会伤啊，你的血管也会伤啊，你的大脑都会伤的，对吧？它伤很多器官，它是慢慢发生的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就说管住嘴，再一个呢，我们讲了吃。健康的饮食啊，平衡的饮食非常重要。再一个，迈开腿啊，迈开腿怎么回事呢？主要是要加强运动，加强锻炼啊，不能天天老是坐汽车，是吧？你老是骑马，得自己去跑步啊，去散步啊，去爬山，对吧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你只有锻炼的时候，才能把身体内一些稍微多余的热量给它消耗掉，避免肥胖。啊，肥胖完全是可以预防的啊，预防的。OK， 那么这个就是吃的方面就非常重要的。再一个呢，还有戒除不良习惯。这个不良习惯有很多了，最大的影响心脏最大两个就是一个是烟，一个是酒。这个烟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知道说这个抽烟呢啊，可能导致这个肿瘤啊、肺癌啊，这个都知道大家。但是都知道很多人可能也戒不了烟，我觉得呢，你如果再听听对心脏的伤害，那应该早点戒烟啊。这个心脏呢，就是我们讲这个烟草啊，它不光是导致肺癌了，它
它可以伤害这个血管内皮啊。你的血管一伤害之后带来什么问题啊？容易形成这个动脉硬化，容易形成动脉硬化斑块啊，把这个血管阻塞。那血管一阻塞可以发生在心脏啊，阻塞了冠状动脉就是冠心病、心肌梗死，对吧？如果阻塞了脑血管就是中风啊，这两个都是大病啊，啊，这两个都是大病啊，影响你的生活质量，影响你的家庭和睦啊，增加你的支出负担啊，没有任何好处。所以说呢，咱们要及早预防啊，不要得是最好的啊，所以抽烟一定要戒了的啊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喝酒了，喝酒呢实际上也是带来很多问题，比如说很多人喝酒超过70克啊，这个它是有调查的，70克大概是在介于这个1两到2两之间，我们讲的啊这个两，那么这个多了之后呢，伤胃啊，胃黏膜受伤，有的甚至出现胃痛，有的出现这个呕吐啊，出现各种胃病啊，甚至出现各种溃疡，这是伤胃。再一个伤肝啊，很多喝酒的变成什么呢？肝硬化了啊，这个酒精性肝硬化是非常难治的啊，非常难治的，最后肝功能异常，出现甚至出现什么呢？腹水，再严重的话就是威胁生命啊，威胁生命啊。你看伤胃伤肝，再一个呢伤血管伤心脏，对吧？因为伤胃伤肝之后，下一步就是血管心脏受影响，导致这个心绞痛啊，加重了心肌梗塞发生的可能性啊，都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说呢，咱们就应该是戒烟戒酒啊。那么我们讲了这个生活饮食习惯，讲了运动，那么还有一点呢也非常重要，我们刚才讲的好心脏要养出来，怎么养？养过去呢，咱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讲这个修身养性啊，养这个心性啊，心性就是重视道德啊，重视道德。我觉得这个民国时期的一个这个大老粗也好啊，你可以叫就是农民，叫王凤仪的啊，他这个基本上没有文化的，认识很少的字儿啊，但是他听人家讲这个中华传统文化，仁义礼智信，讲佛家的因果这些关系之后呢，他就主动的改变自己啊，主动的改变自己，破除就是戒掉了自己的很多不好的习惯，同时悔过，就是反思自己不好的行为，比如说他对自己的母亲啊没有那么和蔼啊，没那么孝顺呐、啊，哎，结果他这样改变了之后呢，他这个20年得了20年的一种病啊，很快就好了。啊，这也是一个志愿者的工作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对吧？帮助别人，主动关心别人，对吧？这都是养心啊，修身养性非常重要的这些方面啊，我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启发啊。有什么大家有什么一些想法呢？可以告诉我，可以给我留言啊，谢谢大家。